我不能打了、啊。放下。不要打了。这脖子开的这么宽了。这个打斗门一下过去，万火都会撕掉了。他不准把尸体拉走。这是东莞割喉案的真实录像。21岁小伙被骗300元，怒追两条街，一刀割喉，黑心中介。事后他不仅没有着急逃跑，还主动报警喊话，要找记者。围观群众试图对伤者施救，小伙却挥刀阻拦，不让人靠近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2012年2月14日上午，东莞后街的汽车客运站门前，有两个年轻小伙正一前一后的狂奔。刚开始路人并没有当回事，以为他们俩跑这么快，可能是为了赶车。谁知当两人的距离逐渐接近时，后面的小伙突然从兜里抽出了一把水果刀，对着前面的男子就是一阵狂刺。男子一边奋力躲避，一边拼命挣脱，朝着汽车站的东侧跑去。可惜身体素质不行，腿脚没有那么利索，在路过电器城时再次被行凶的小伙追杀。这次对方直接将水果刀伸向了他的脖子，紧接着他就被一刀割喉，趴在地上挣扎抽搐。路人看到这一幕，赶紧上前施救。持刀的小伙见状，立刻冲出来守在伤者身边，不让任何人靠近。后来他一直在旁边骂骂咧咧，嘴里念叨着骗子、该死这一类的话语。此外还主动打电话报警，请求路人找记者过来，说是要曝光自己被骗的真相。可惜民警早一步到达现场，并迅速将他围住。小伙只好挥舞凶器拖延时间，期间一位民警瞅准时机打断了他手里的水果刀，其他人趁势一拥而上，将他牢牢地按在地上。这时救护车也及时赶来，将伤者紧急送往了医院。可惜因为割到大动脉，中刀的男子失血过多，最终还是不治身亡。而行凶的小伙被捕后，对自己的罪行也供认不讳，他表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，甚至要求警方赶紧将他枪决。不过对于当街捅人的行为却一点也不后悔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是死者骗他300块钱不还，还让保安揍了他一顿，才把他逼上了绝路。后来警方了解到，死者名叫舒林，21岁，贵州省。由于成绩不好，很早就辍学在家，但他一直希望能够出人头地，于是和几个好友一起外出打工。一个月前他来到东莞，入职车站对面一家劳务公司的中介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正是这份工作让他年纪轻轻就丢了小命。不要打了，这脖子开得这么宽了。这个打斗门一下过去了。这是东莞割喉案的真实录像。21岁小伙被骗300元，怒追两条街，一刀割喉，黑心中介。据了解，行凶的小伙名叫吴春，湖南人，自幼丧父，家里有一个哥哥，兄弟俩全靠母亲拉扯长大。由于家住山区，母亲还有纤维瘤，吴春便主动放弃学业，早早的跑出去打工。他一心想着赚钱供哥哥读书，给妈妈看病。但因为踏入社会时年纪太小，没有任何阅历，曾经遇到过几次骗子，而最严重的一次，他被骗进了传销组织。虽然没有损失多少钱，却给他留下了很大的阴影。不过7年的打击并没有让他放弃发财梦。2012年春节刚过完，吴春就再次踏上了外出务工的旅程。这次他来到了东莞后街，决定好好找一份工作攒钱创业。在街上闲逛时，正好遇到了正在招工的舒林，两人聊了一会儿，发现是同龄人，老家离得也不远，很快就熟络起来。后来舒林给吴春介绍了一个高薪工作，说是在大厂里酿酒，一个月2000多的工资，包吃包住还缴保险。虽然对学历工作经验有一定的要求，但看在大家也算是半个老乡，可以帮他开个后门塞进去，只需要交270元的报名费，次日就能立刻入职。吴春原本就对这个工种感兴趣，听到待遇这么好，对方又很真诚，本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不过这次出来，他并没有带多少钱，无奈之下只好向家里张口要钱。刚开始吴妈妈还提醒儿子会不会又遇到了骗子，但吴春确信自己不可能再跟头，妈妈实在拗不过他，于是打了500块钱过去。吴春交完报名费后，满心欢喜地等着入职上班。没想到第二天，舒林却告诉他昨天少缴了体检费，没有报上名，让他再拿出100块钱，然后回去等消息。吴春虽然不太情愿，但出于信任还是照办了。然而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始终没有收到任何入职通知。每次他打电话询问，舒林要么是不接，要么就是找各种理由推脱时间。吴春觉得有些奇怪，于是跑去劳务公司询问情况。没想到在公司门口碰到了几个和他一样的人，他们说这是家骗子公司，打着招工的名义收取报名费，收完钱就不管了。想到过往的被骗经历，吴春气不打一处来，他直奔公司，想要找舒林问清楚。我不能打了，放下！不要打了，这脖子开得这么宽了，这个打斗门一下过去，万火都会撕掉了。这是东莞割喉案的真实录像。21岁小伙被骗300元，怒追两条街，一刀割喉，黑心中介。事后他不仅没有着急逃跑，还主动报警喊话要找记者。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得知自己求职被骗后，吴春第一时间找到中介舒林询问情况。没想到舒林清楚他的来意之后，竟然连谎都懒得扯一下，直言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作，就是单纯的骗他的钱。吴春气得一把抓住舒林，让他赶紧还钱。舒林表示自己不是不愿意退钱，只是报名费已经上缴公司，自己也是个打工人，要是
是吴春实在不甘心，得加入公司和他一起干中介。吴春不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，于是一口拒绝了。或许是良心发现，舒林最后把身上仅剩的70块钱拿给了吴春，虽然还有300块钱没有退，但有总比没有的好。就这样，吴春拿着好不容易讨得的70元回到了住处。他原本打算就这么认栽，然而一个意料之外的情况突然改变了他的想法。吴春此前有一个交往1年的女朋友，春节前女生因为嫌弃他一直适应无成，单方面的提出了分手。案发前一天，当吴春返回住处后，无意间看到女生在社交平台上称呼一个陌生男子老公，吴春满是挫败感，只觉得生无可恋。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于是舒林造成的，于是跑到超市偷了一把水果刀，再次跑到公司找舒林。不过这次人没找到，还被保安打了2巴掌。后来吴春带着满腔怒火来到大街上，直至在客运站门口刚好碰到了在招工的舒林，紧接着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。吴春狂追了2条街，最后一刀封喉黑中介。他肯定想不过来的，是不是？你把钱给我骗去，老子我吃饭了，我吃饭的钱都没有，是不是？那个我给了你300块钱，给我100块钱，200块钱，是不是？我你给我想吧，是不是？到时候我无论何走，是不是？只是案发后不久，舒林所在的那家劳务公司就已经听到风声，人去楼空，仅剩下几个前来讨债的求职者，以及销毁资料后的满地灰烬。300块钱在有些人看来可能只是一顿饭钱，但是对于吴春来说是他的全部身家。而像舒林这样的黑心中介，骗的正是求职者的活命钱。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再重演，也希望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能够擦亮眼睛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